3月1日，乐华娱乐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，并宣布由12名中韩萌妹子组成的女团宇宙少女正式出道。现场，韩庚、周笔畅、Seiko 等乐坛前辈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。同公司诗歌团 UNIQ 中的4位成员专程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，更有资深业内宋可的友情站台。女孩们穿着统一制服齐甩美腿，除了演唱新专辑主打歌曲，还展示了许多个人才艺。偶像团体宇宙少女由程潇、包娜、多荣、轩逸、恩熙、夏天等组成，根据其队名 WDSN 拼音缩写划分为 Wonder、 Joy、 Sweet、 Natural 四个小分队，日后将面向亚洲及世界展开演艺活动。当天有韩庚、周笔畅、 Seiko 等乐坛前辈用 VCR 为他们送上祝福。此外，同公司诗歌团 UNIQ 中的4位成员更专程来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。他们开心地说，现在终于有师妹了，看到他们的视频让我们也有回到出道时候的感觉。接着在互动环节分别挑出3位宇宙少女成员一起进行9连拍、 rap、 跳舞等新一轮艺能展示。